到左边。左边，我们视线看左边，视线看左边。好，左边都 OK 了吗？好，我们视线看右边，视线看右边哦。好，我们看着导演自己，哇。B A B， 哎，这是马来文啦，马来文代表猪的意思。那在台湾，在台湾代表什么？那在马来西亚其实是一个很禁忌的字眼。那导演还顺便露了一手，还是看得出来他应该在画一个猪啊。好，我们看前面，芭比你是猪，那希望大家不要用猪骂人哦。看左边，同意我们的视线看左边。像台湾的朋友觉得猪没什么嘛，就是猪啊，就吃猪肉啊。对，刚刚还有小猪。就是德国猪脚就拿来吃的呀。对，可是台湾人也会用来骂人的，觉得你是猪啊，猪啊，没脑，猪脑啊，你猪脑。可是这个东西只是一般骂人的，可是在我们那边是蛮严重的，因为它是属于宗教的骂人。对，因为在穆斯林里面，宗教就他们是不能吃猪肉，也不能，因为猪是不洁的动物，是很脏的东西，所以不能乱讲猪。会造成人家暴动，会造成打架，警察也会来，这么严重？是，这个字不能乱骂，在马来西亚。所以你取这个片名，你根本就没有想要上映哎。是，我没有想到要上映。所以这个猪，这部电影就在讲校园种族暴动，就是因为这个字引起的。是。对，所以如果你们要知道内容的话，你们就是记得收看这个电影，记得进电影院看。那我们今天也学了一个单字嘛，芭比 B A B I。这部电影呢将会在11月20号在全台湾上映啊，叫你是猪这部电影，对。那这部电影目前全世界只有台湾能够上映，希望，台湾的朋友可以多多珍惜这部电影，因为目前全世界都看不到，那只有台湾看得到。那也非常感谢台湾的这个对创作人或者对这个艺术作品的这个包容度，让这部电影可以，在戏院跟大家见面。能够入围金马奖这种最佳主题曲，这个对我来说已经很意外了，因为这首歌很多脏话，其实，然后还有4个不同语言吧，然后可能。这语言可能台湾的朋友都不太熟悉，然后再加上很多脏话，然后金马奖让我入围，我觉得已经包容度很大了，然后我已经很开心，而且我们跟我一起合唱的那两个地下饶舌团体 542 跟 The Real Master Clan， 他们非常开心，已经很开心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已经够了，就没得奖也没关系，就已经够了。票房对我来说很悬呢，其实你说我不在乎，其实我是觉得没有压力，没有到不在乎，可是我觉得没什么压力，因为毕竟它成本太低了，然后。他毕竟，而且他加上他是外语片，然后我也没有期望说台湾的朋友所以会很了解，然后很想看这样子。当然，我是希望台湾朋友可以多多看这部电影，知道国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也珍惜这部电影能够在台湾上映，因为目前全世界就只有台湾能上。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的想法，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闹变风向，强力征求学生辨识，只要你敢说，我们就敢要。赶紧拍摄影片，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还有，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各位朋友，闹变风向，敢嘴就来辩。